您怎么在这儿？我鼻子，黄小鱼，流血了。黄小鱼，我那天可是在这儿等你等到半夜啊！你出事了，连个电话都不给我打。原来那天你是为了看医生才出的门。对啊，他不是被打断了吗？你给我好好看看鼻子，我过两天还要直播，不能断了啊！好好好，你这鼻子要是能断，我王字倒过来写。你笑什么？还不都是因为你？好了，你俩没事事就撤吧，别在这儿浪费医疗资源了。谢谢医生，那我们先走了。等等，老王，你也给他看看。你手不是之前也……哦，我都已经处理过了，没事了。坐下，你别误会啊，我就是不想欠你人情。伤哪儿了？啊，就这里。那我看一下。啊。哎呦，你这伤啊，可比他那个鼻子要严重多了。我处理一下，可能有点疼。不是黄小鱼，你是没有痛觉吗？有啊。那你怎么就是一点事儿都没有呢？这点痛对我们习武之人来说不算什么。哎，云凡，你早就该请这么一个好的保镖了，不然你以前也不会被人骚扰成那样。幸好这次有小姨在，现在好了吧？谢谢医生。不客气。哎，我说远帆，你要是想带他来看病呢，那就跟我直说啊，别再弄什么流个鼻血啊，婆婆妈妈的。不是，谁想带他来看病了？我这是顺便，顺便懂吗？啊，顺便。口是心非的人我是见多了，演技这么拙劣的，你是第一个。你说演技拙劣啊，王菜。你太过分了，自己就死，自己不许叫，你给我住口！小鱼，闭嘴！博弈，你喝水啊？我喝不到。扇扇风。我也感受不到。你今天真漂亮，你看你这个头发，你这个衣服。黄小鱼，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？怎么可能做对不起你的事情嘛？你能不能教我武功？你今日突然开窍，莫不是有什么特殊原因？没什么特殊原因，咸鱼偶尔也想翻身嘛。咸鱼翻身，还是咸鱼。那你教不教嘛？你不说实话，不教。我说的是实话呀。我们还要一起拯救世界呢，那我武功不好怎么行呢？还有呢？还有，我是说，我拿着这么高的薪水，又不会开车，武功又不太行。上次袁帆被绑架的时候，要不是你在我体内助攻，我也打不过人家。我这保镖也太不称职了。哼，你喝什么？飞离这张脸，不管到哪里，都深受姑娘家喜欢。你到底收不收嘛？练武很苦的，这个苦，你能不能受得了？我没问题啊，再苦再累我都能扛住。